便是慈悲爱众生。接下来请收看智慧菩提。我们皈依受死心名，也就是法名。法名是用来加强我们与解脱道之间的关系。皈依之后，此后我们还要立下其他誓约，如以慈悲心和同情心对待一切众生等等。首先我们要想，但愿我能帮助他人，成为他人的医药。因为先有此愿，此后我们才会真正的去实行，做出帮助他人的事。这两个阶段分别各为愿菩提心与行菩提心。此二者之界，乃随我们利他之心的增长依次而受。菩提心的升起，依于我们对一切众生所表露的爱心与慈悲。起心愿是，我要带领一切尽无余众生到现实和究竟的安乐之境，同时我也要解脱一切尽无余众生现实和究竟的痛苦。虽说我们是为利益一切众生而皈依，但实际上我们起初只能相对的利益众生，以后才能就近的利益众生。
要想就近的利益众生，非诚不默版。要想成佛，并不需要到什么地方去求去找。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用净除自己所有诸障碍的方法，来成就自身本具的大解脱。觉悟成佛之后，他有力量帮助他人，因此我们势必要成佛觉悟的誓言必须出自内心。这是皈依戒、皈依目标和有关之誓约的基本观念，大菩萨之立生行为就是如此。皈依是信仰的根本，发心是修行的根本，戒律是僧团的根本，正见是解脱的根本。轮回就像战场，我执与烦恼好比敌人，爱心与智慧是我们与我执和烦恼作战的最佳武器，缺一不可。所谓的法，就是调整自己，让心转为善的方法。快乐要从别人身上来，依靠别人，而不是活在自我当中。这也是为什么要升起慈悲，关心照顾别人。究竟来讲，慈悲是真正能够利益到自己，利他即利己。修行的方法就是，你要恢复到你心的光明，让你的心回到温暖、清凉、光明的家。我们应该在内心更去感受别人的苦，然后升起慈悲心，帮助别人。Thank you.
修行不应只是一种无意义的形式，而是需要具有主动与强而有力的动机，菩提心。心怀不善的动机而修行，即如同拿枪对着自己的头一样，想远离世间八法的陷阱，先要舍弃自己执着的心。声音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工具，它比任何的刀子都要锐利。分别心是烦恼的推手，将我们推入情绪的漩涡。唯有皈依殊胜的佛法，才能断除我们的一切贪欲执着，彻底地从轮回当中解脱。我的自信与弥陀一样，我就是阿弥陀佛。用清净的念头去对治不清净的念头，俱舍论，由我执力，诸烦恼生，三有轮回，无容懈脱。透过听闻佛法而认识烦恼，透过思维佛法而降服烦恼，透过实际修持而根除烦恼。要思维自身的价值和责任，不懂得珍惜自身价值的人，就像是被丢到世界上的一个垃圾。只是增加地球的负担。每个人都有能力影响世界。每个人都有机会，只要懂得珍惜和把握，都可以做出利益他人的事情，满足众生的愿求，能为世界的和平安乐做出贡献。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发掘出自己独特的潜能和特质，好好的过一个有承担和价值的人生。
正的佛弟子就是一个人，一个很善良的人，懂得透过佛法降伏自心。快乐就在我们心中，降伏了烦恼才能得到快乐。永远要记住，有情在受苦。我邓佛的誓言，未成佛前，我不对任何众生生起嗔怒心。一个具有正面力量和善功德力的人，例如拥有清晰的慈悲心的人，面对考验时，慈悲的正面力量就会自然涌现。无惧之人无需忍辱之使，我们一定要用慈悲的力量，佛法的修持，打破贪嗔痴的牢笼，找到生命的出口。与其观修佛陀的殊胜，不如观修六道众生苦痛来的殊胜。修持悲心时，要观想，我就是他，我正在经历着他的痛苦。这种方法称为自他交换。有时我们无法直接利益别人，但是为他祝福和发愿，这就是间接的在利益对方。不论你身在苦中、快乐中、独处或身处人群当中，都不要忘记三界众生的痛苦。众生的景象随时都清晰地展现在你心中，在你的眼前。正法即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清净、良善的本质。护生协会秉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新北有一处园区，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高平地区六处，金门设有一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务有：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二、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以及提供海外僧伽医护经费，带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三、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生命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暨礼拜千佛法会，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日期2月3日，农历正月初三星期四，上午8点半，地点高雄生命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3，072212323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屏东妙云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生命书坊联合举办消灾祈福法会，即礼拜弥陀宝忏、护生蒙山施食，恭请湛山法师、湛江法师、湛同法师共同主法，日期2月6日正月初六星期日，上午9点半，地点屏东妙云寺，屏东县万丹乡新安村大兴路175号，洽询电话0722123233，072212323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请问大礼拜跟跪拜有何差别？基本上没什么差别。不过呢，按照经典说，当我们拜在地上，你的范围覆盖越大，功德越大。这样，那就学习释迦牟尼佛在燃灯佛时代做善会童子的时候，他是整个身体铺在地上，对不对？然后头发又散开啊，免得让燃灯佛踏到水，所以他那个功德最大。所以藏传佛教就按照这样，所以他们也做大礼拜。那佛也跟阿难说，你做礼拜或大礼拜所覆盖到的地面里面有几颗石头，你就做几次国王，乃至你覆盖的范围越大，然后底下的三恶道众生通通可以超度，因为你一拜下去，佛的力量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我想做大礼拜或是做我们的头面礼足顶礼，我想最主要是这个力量。不过我们在顶礼的时候有一个观想、哦、这个叫我们的头、两只手、脚，这样以后呢，等于消除五毒烦恼，开发五种智慧，消除五趣轮回痛苦，
愿众生往生五方佛净土，所以叫头面礼足啊。那我想，但是顶礼最主要的意义要了解，就是要消除我慢，承担众生的意思。我们这样拜下去，把我慢消除，大地有情都是我们心中的佛啊啊！要忍辱如大地，承担众生苦。所以我想，这个礼拜最主要的意义。所以我想，站在佛教，除非你是佛，不然有时候你去告诉别人啊，你错啊，你对啊，对方不理你的。有时候，除非你是佛，那我们佛教的方法，哎呀，对方不理解我，我多来拜佛啊，我回向给他啊，我拜佛求忏悔啊啊，用这个方法。所以你拜佛的时候啊，你要观想，哎呀，你儿子做错了，哎呀，我来拜佛消业障，回向给他。印经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